杨子为什么不问问我是不是认识那名女子呢？我有什么可问的？王婆子不是说了吗？那是她乡下来的远房亲戚，况且夫君不是跟公公说了不认识那名女子吗？那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若是我认识那名女子的，并且我对她有心，那当然是依夫君的意思了。既然夫君喜欢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王婆子，让她把那个远房亲戚留下来。娘子，我该说你大度。我是夫君的妻子，凡是夫君喜欢的，我自然也要接纳和喜欢了。真是委屈娘子，我方才只是跟娘子开个玩笑的，我暂时没有纳妾的打算。夫君，今日累了吧？快去洗澡吧。娘子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认出那名女子不是你的？我刚进门的时候，那名女子就抱住了我，她谎称是娘子，可是百密一疏。那夫君是怎么认出来的？东芝，你把这个交到小若流手上，你从后门出去。是。没事儿，姑娘有何事？若柳姑娘，这是我家小姐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看你挺喜欢这些的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！你快收着吧。哦，那谢谢啦。夫君，你刚话还没说完呢。娘子这么想知道？只是有些好奇罢了。是香味。没想到苏君墨还是找到了破绽，肯定是东芝鼻子不灵，